下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林依晨姐姐你了。事情也好，宠物也好，或是人也好，就是努力勇敢的去保护它，那个东西就是你的超能力了。那你这个老妖怪为什么都不会变啊？六年都没有改变的感觉。有啦，我有，就是头发也比较长。哦，祝你为你爱的人可以最好。坚持下来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超勇敢，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再多一点东西，然后继续努力，然后让你们支持的人可以好好跟别人开心的骄傲的说，我喜欢的人是柯震东这样。